好，这里面有那个张张氏，那个叫什么？土耳其蓝。这里面有土耳其蓝，然后有群青，交趾，交趾，这几个颜色。有紫吗？哎，紫是玫瑰色啦，紫是玫瑰色，哎，玫瑰红。哦，紫是玫瑰，哎，紫色是玫瑰红颜色，没有，还没有下到紫色哈。哦，这么暗哦！哎呦，喝到二分水。啊！哇！哎呀，光不见了。没有关系哈，就尽量画哈。嗯，那边。没有关系。哇，好酷呀！这个音大，嗯，很帅呀。嗯，留下一些亮的就好了，亮的留下来，然后紫色加群青哈，加一点，让它灰一点点哦。因为这张会，有点会花很多时间哦，所以我们简单画就好了。啊，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得懂。他不然本来要复杂画。啊？打稿都打好久了。对哦，光打稿打到快晕头转向。老师，你的晕头转向昏倒，我们只有往生了。我大概前后应该打了快有40分钟有吧。我光刚开始又浪费了快10分钟了，我又从头再来一次啊！没有啦，刚开始没有想好啦，就是刚开始没有想好。哦，老师，以你的功力就打40分钟，我功力那我们打不到40分钟的话，就是画很不好，就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不会的，40个小时，你们的功力，你们功力都在我之上的，放心好了。啊，这种是真上的啦，开玩笑。嗯，老师你就不要安慰我，老师喜欢讲谎话。哎，讲谎面的话，谎面的话。始祖，老师不可以乱讲话。来来来，把那个留下来哈。那个椅子的亮度。椅子亮的地方留下来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用留白胶，没有问题。椅子亮度先留一点点下来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漂亮。画完了吗？还没。这样很漂亮吗？嗯，有颜色。嗯，好颜色。嗯。橘，加一点橘色进来哈。圣光。葛层，然后朱红。没有配音吗？老师说不要配，不要配的。老师说不要帮我配，不要帮我配，我自己配。往两边甩哈，不是两边往里面甩，就是两边往里面甩，甩进来这个感觉哈。对，这也没办法再来一次了。嗯，就是把这两层先打进来。好，趁现在没有干哈，我们赶快上面再来。赶快上不同的颜色哈。紫色加朱红，
紫色加朱红。加暗面吗？对，加在暗面。对，然后那个茜草红加绿，茜草红加绿，素绿还青绿？青绿，青绿，要深就是加青绿，青绿哈。那个普普士蓝加进来，哦，普普士蓝加进来哦，吼，让它颜色再多一点变化，哦，这里面开始多做一些变化出来。好，另外这边吼，哦，加。那个派那个戴维斯灰进来，我们让它灰一点点，哦，后面这边让它灰浊一点点哈，哦，戴维斯灰加进来，加一点点那个焦赭色，我让它灰色掉哈，哦，来哦这里，后面的这个内座的部分，哦，内层，戴维斯灰还有，焦赭，嗯。待会是不是还有焦赭色哈？进来哦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吹干，再来哈。肚子饿。没有。肚子饿。今天有龙虾。上次画龙虾说肚子饿就算了，这不是庙没有那个公平吗？有肾饼，肾饼，肾饼，哦，肾饼，啊，吃完整的不行，要吃剩的。对。我这个阶段哈。不要去看细节，都做大整体，哦，记得这件事情，因为它太复杂了，哦，你看得太细碎，哦，你一定会画不起来，会整个会变在煮东西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好像在组合了，不是在煮东西，想到在煮龙虾，不是，就是好像在组合，因为 你一旦画到很组合，你会画到会厌世哦，对呀，啊，哦，早就已经厌世了。看到搞厌世了，很厌世了哦，也好啦，信我者得永生。哈利路亚。从教堂外面走进去。啊？我在外面观看就好，我不要走进去。对，我只是颜色加比较浓而已啦。老师，我看你一直在加上去，怎么不会将底色带上来，啊，因为 你不要一直刷啊，你对，你不要一直刷就好了。我会觉得不会晕过去。那我那么一直黑啊，就那么晕到旁边，就是你不要一直刷就不会有事了。哦，不要一直刷，你不要一直刷。等它干再上那个比较暗。可以啊，但是会比较硬。对啊，的东的变就不好看，就有那个痕迹出来啊。是两难嘛？那是要怎么样做到画到现在纸还没有干？就水下多一点啊，啊它就晕开了。对，对嘛，是这真的是我们的困难，很难哎。它，啊，下太少又干干的。那老师最爱那里，就是不会跑出来。哎呀，啊，我弄我照出来了。我叫他定住啊，定。好，有师傅就对了。哎，王定老师为了你，让你下暗的不会颜色破到那个柱子。也会啊，也会啊，也会有点毛毛的，啊，还是会啦，还是会。可是这样子是可以接受的啦。这是茜草，茜草红加进来哦，然后幅度再加浓一点点，
就是一个窗户。所以那个窗户很重要。因为有几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亮出来。有几个地方啊很重要，我们要。一二三，这个它有画好那样，而且又在正中央。就是这个红的红格子那个。我这个没有画到这里啦。你这个是？啊，你是哪一个？这个不是这个红格子。这个啦，红格子，这个是下面的，在这个区域。这个。对对对对，红格子那个，那个很重要。因为有几个光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留出来。这个红色格子啊，这里先用留白墙，也可以。你留完之后，记得旁边 要把它那个就好了，也要把它洗掉，不然会很硬。揉边，要揉边。讲揉边好像比较学问。要不然要讲什么？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比较通顺呀。要讲揉边，我们就是要抬一点。无言哦，点点点，好，可以的，这样子台一线，台二线，耶，台三线是哪一条？台三线就那个啊，在就是苗栗进去那一条啊，很漂亮。上次我咨询说什么是台三线有没有？而且我们在板桥，我们就是老师也是箭头加什么颜色？加青绿色。要很浓哦，哈。要很浓很浓哦。哇，好稳哦。对啊，一笔就到。没有，他还是一样会那个啊，会。没关系啊，就。洗书法。后来我发现，那尾随才蛮爱的书法。这用圆规怎么画？你倒是教我看看。可是我的手残啊，没办法画。圆规那个有个圆规，画刻法，画那个先画，等一下我们会再修，没有关系，所以尽量画。嗯。画一多张，要修不回。不会啦，想太多。我们会修不回。需要一直抖。不会啦。你看他，你看也是都晕出来了，就不理他、啊，这样给比较有水彩的效果哈。嗯，啊，如果我晕的这么漂亮，我也不理他。真的好，重点是晕不漂亮。不会，不会太客气了。保证下礼拜大家教出来又是下下教。吓死人了！我知道你们都是哀叫而已。不是，我是真心叫。叫的真心。真的，那叫也是惨叫。那叫也是惨叫，真的，我要吃那些。而且什么神仙路线都看不到。对呀。我遇到后面就稍微做一点感觉就好了。这样子，那就不用每条线的话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反正也不知道哪一条。对啊，错觉，错觉，幻觉。哇，哪是因为幻觉？啊，对啊，幻觉。够难了。戴维斯会就还有什么？对。不然嘞，你这样不，然后那样子，黑像很难打，很灰。但是有抹一点这边，可是他又收手，不晓得。那没有啦，什么东西没有啦，这里，这个。哦，他是那个是那个是那个黑色，黑色。啊，用到黑色啦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哎、嗯欸，没有黑色啦，这是派尼，不是，这是派尼灰。我没有黑色，对，我没有黑色色。哦。派尼灰，派尼灰，我没有黑色色哦。我先讲，因为我没有黑泽色，以后大家不要再买黑泽色了。啊、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那已经买了。对啊，先用可以。对啊，因为调色盘上颜色的考虑，所以我把黑泽色拿掉了。这老师，这个你这是没有，因为我想要挤一些特别色，所以我有一些，嗯、例如说我有了派尼灰，嗯、那我黑泽色就不用，我就。派尼灰去调那个胶质色就好了，哦、就例如像这样，所以你自己去衡量出你的，因为每个人会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
慢慢的去衡量出你自己的颜色的搭配性。那你不见得要跟我一样嘛，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哦。这部分你自己再稍微光吼进来吼，喷一点水。那还没有能力，只能依靠老师。真的。啊，什么？我说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只能跟随。你拢有够客气。你不是客气，公斤。连手刀都可以，连手刀吃。咻咻咻！我刚喷水这样。我喷了一点点水进来哈。那狂那叹气，那声音叹气。可以喜欢你哟。你不叫别怪我，要看他的事。你晚上叫我程度来就很，程度已经很好了。你刚刚听见没啊？我很关照，就是猫是两个钱，是很会安慰的。对，像画刘海。什么画刘海？像刘海，神坛上面的刘海。是这一片有啦，就这一片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没有看错，没有标错地点。大同宝宝。是吗？说。来，群青进来吼，再多一点。蓝色，后面这边哦，那个加那个那个那叫土耳其蓝，土耳其蓝，土耳其蓝，啊，浅蓝色，问题，当时。啊！公婆土耳其人是不是透明？半透明。因为自始至终拢无会个色，是吧？太厉害，无会你个。我唔捌用起迄个色。金麦，金麦。我是做婚家用土耳其人，啊，个什么戴维斯灰。戴维斯灰已经很久。刚好这两个颜色我拢无。那很久了。很久了啦，你足久无来啊吼！我来啦，拢无记得，我动作无听啊！我拢无去过啊！啊，顶礼拜拜托人去买，都无买着。啊，真的。实在，他们上礼拜去那什么想 art 呀，嗯，就说没有。没有好拼的，没有买。不但不会给逼逼哦。这都呗。每当那个每当广不可以不能自助式行销，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广告费。如果有给的话，哎，我们可以考虑播出。下面再打字。对。可帮你看空白空空。看看露出几次以后赚钱。啊。三次多少？4次。我们没有那么精准啊。哎呀，又画错了，歪掉是吗？歪掉是，对啊，画到错，画到错那条线，擦掉，画到错，变了变了，盖过去就好。真的是，想说不会画到又画错。好好好。所以刚刚说你可以修，对呀，还是灯管不要画。要啊，那个要就可以把那条线遮掉啊。我画灯管反而可以把那条线遮掉，所以我一定要画灯管。
一天打稿，一天画，一天在修正，做三天。什么啦？没那么夸张啊。现在是用那个朱红，葛城。看朱红、葛城一点点。有一个人画画忘了时间，现在才发现来不及上课。谁？只好请假。你看，画作业画来教，画到忘记。很领情。哎呀、啊，这个小人我唔知，我快猜出来是谁了。这个小人，满丽啊，满丽，我就猜，我就想是满丽。因为满丽有一次也是这样。我刚才想，现在那个橘色是下在那个白色的下面，就是那个我现在在画椅子，所以是画那个白的下面。对的，椅背，椅背嘛，椅背。你先画没关系，如果没有留，我们就用白色颜料画出来就好。嗯，就是画椅背。用画那个白色的下面。对。然后往回，用起的也可以做那个光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做光的感觉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，它这个弹吼，我们就带橘色的上来，感觉到有光去照射到的那个效果。那下半部这个部分吼，中间这边就是这边，我们都会用这个橘色去做。哦，哎，这边可能中间的部分我们会加那个红。红赭色哦，因为两边比较亮嘛，那中间比较暗，那比较亮的地方我们用朱红，然后里面我们加红赭，对，红赭让它那个暗沉一点点。那如果不够暗沉，我们就再加一点点全青色进来。我就原则上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哦，就是靠近柱子那边最暗。对对，就是靠近，因为两边光进来，中间一定会比较暗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比较没有被窗户的光给照射到，那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啦。哎呀，就是你自己去想。自己去想就好了，那个不一定要跟原来的一样，因为原来也没有这样。勉强。嗯，自己想。好。想得到就是你的了。想得越多，赚得越多。赚得越多。我要拍赞。哦，这样子，好，加一点群青进来，让它去晕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，就是柱子哈，这样子，没有，是，谢谢大家，这边哈，这个暗比较暗的地方。哦，这样子慢慢的开始做出来哈，太深了哈，柱子，好，后面柱子，每根都要画，哎，画越多赚越多，对呀，啊，下次记得画哈。梦梦讲的自己负责哦，自己挖坑跳哦，自己挖坑跳，录影取证哦。那我最近亏太多了，对哦，亏太多，录影取证没关系，我会调录影带出来看。就是分前后嘛，你不要整个画得很清楚，有的地方要虚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整个都画会整个就是有些虚有些强这样子，慢慢的不断的去处理它哦。这张画起来一定是好看的。这边我们假设有些光洒落在这边，你画到这边不要穿过去哦，不然你就白做工了哦。嘿，记得要留住哦吼，你洒的你觉得不错，你就不要再去碰触它。就不要再加颜色。对对，你不要加颜色，你就把它略过去。哦，那如果不小心画到怎么样？把它擦掉，对不对？我就说这边擦掉。用洗的。可以用洗的也可以。嗯，擦掉。哦，擦出来。哦，这边有其实这边是有一个灯啊，把它擦掉。就是小小的光。
对对，小小的光源。我们先擦掉，等一下再来加亮的地方。我觉得有一些是窗户的光，有些是灯泡光。好，我们就慢慢的来处理它。好，这边。我让它晕下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就会又一个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细细的去处理它。好、哦，刚才我很累哈、啊。累累累，就是把自己逼死了。直接分析了。哎呀，奶奶讲，我就是因为你们觉得程度你们太好了，才出这么难的。哎，老师，你那天躺着要给谁才轻松？没有，那今天要续报，叫我们去报。谁才轻松？哦，你说那个“轻松”两个字要换，要拿掉。谁才轻松？恐怕不死。谁才？恐怕不死。艰困。要告我，要被罚。对。这一定会被罚、啊。导师的标准安下的了。没啊，我上当，哪有轻松、哦？我觉得很轻松啊。那是因为老师有我们的陪伴啊。不轻松吗？哎，老师说不轻松要打折。没有，那是那是我讲的啦。还是自己觉得很轻松啊？对啊，我觉得很轻松啊。对，我只是想逼死自己而已。没有没有，我是想让你们变强啊！老师，现在左下角那边你泡下去已经干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是干的呢。哦，左下角这是干的啊，因为刚才一直都没有上到啊，刚才一直都没有上到，所以它是干的。所以我做一些干笔触就会比较好做。对啊，这张也非常好，真好看。你蛮不爱歪。啊。一波歪到蛮那。没了，他们说左下角那边也不画，所以老师那边就。对，不用上，因为我第一次上完就不要再上了。那因为其他地方一直重复上嘛，所以会一直是比较湿的状况。那我们把这里哈，这边一点点，再画一次，就是画它是会有一个是稍微暗一点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个亮一个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才是整个先画一次，那接下来我针对这个区域这边里面要再画一次内层，对不对？对，再画一次内层这样子。来替，来替。干的时候画。对，稍微干一点点，但是不用到完全干。那不用一样，不用整个画哦，不要整个画，我们只画，例如像这边，我们就只画一半边哈，这半边过来，然后这半边这边我加重。上来，加重上来。下课真的是一笔入魂，没办法，没办法一笔画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办法一笔画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怎么做出那样子？你就慢慢接啊。啊、嗯，接啊。对啊，每次画的那个斜度又不一样，就这样，逼切这样。像我们这样悬空画。对，就你就悬空画就好了。嗯。讲一下，好像我们都会。也是很简单，之后我们要去做。整骨。你讲的很简单。就身边。你不要一天画完呐、啊！我没有要求大家一天画完呐、啊。就干啦，可是都干了呢。就再下一点水啊！再下一点。再喷水的话，都没时间了。就会怪怪的。不会的。可是你柱子上那个金黄色那个要。要画要画。你要做是。要做。要做到最后这一条线到这一条。这样更精彩。对，一定要做啊。对对。那个一定要做，因为那个是算是很重要的地方。好。柱子要编号。
三号柱，一下好二柱，下好离手，下好离手嘞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。朱鹏鹏，是你现在在画这个柱子？对，金色的柱子。朱鹏加什么颜色？黑，不是那个啦，说错了啦，葛城啦。葛城，哎，图那个黄者。黄者加黄者加进来哈，葛城胜先哈，葛城先哈加黄者，好、哦，然后加一点点青绿色进来，青绿一点点哦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好、哦，然后再加朱红一点点。哎，姐，你手机画面怎么是个图案？哎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我之前待机，待机，哇，什么？再加朱红，我觉得这个要画，好、哦，就我们开始把这个地方、哦、都做出来。我、哦、越到后面、哦、稍微不用画到这么多了、哦、稍微画少一点。好、哦，这样子，好、哦，来越做越多哈、哦，接下来就是细节，开始做，柱子的细节哈，开始越做越多哈、哦，慢慢一层一层，把它处理出来哈、哦，这边。我涂一点后面的地方哈，后面这边尽量淡一点点哦，尽量淡。我就假装有光进来，所以会带点红，然后玫瑰红。我其实慢慢洗，把那个红的洗出来。好，往旁边晕光，对，洗出来晕光，洗出来晕光。然后那个朱红点上去哈，是你那个红是朱红玫瑰红，先玫瑰红做底，然后加朱红，那上面直接点那个酱肉色，好、哦，上面直接点一个酱肉色进来，不够浓哈、哦，嗯，还有没有放弃急了，就。点在中心点，好、哦，让它晕开，有那个烛光的那个感觉，好、哦，就是说，可能每一个地方，像这些地方你都要做哦，我、哦、就慢慢的去把这些小小的东西做出来，但你不用去刻得很细，你只是把那个大概的形状给处理出来而已啦，哈、哦，没有说要刻到非常非常的细腻哦。好大开。这张画起来应该是不错的啦，吼。老师画起来真的不错，老师画的不错啊，老师真的画得很好看。我是说你们画起来，我会很期待。老师真好看。哎呀。好，这个玻璃，我们开始做哈。一样哦。留白，好，玫瑰红，光的地方留白，我这样做一点点，好，那旁边哈可以用玫瑰红去洗，把它洗淡一点，用颜色去洗它，好，慢慢洗，它再开始发出怪异的声音。平常不是这样子的。
惊喜是什么？大家好，都超棒的吧？惊喜，惊吓吧？应该是完全跟老师不一样。没关系啊，不一样没关系。我没有要求大家跟我画一样哦。画不出来，怎么会一样？哈哈讲得好，啊，你讲得好，哈哈不要急，讲话喽。碧珠姐讲话了。她说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忙懵忙。你是我的对啊，你是表率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派两个代表嘛，就是薇薇安跟碧珠姐两个代表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他们两个的话，那其他者自愿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哎，还是有一点点湿湿的啦。你们可以先叫便当进来吃啊，吃饱再画吧。这个还厉害，这个画。对，这个还是要画，还是要画。不是不是说，哎，空那么大一个，应该很大。对呀，我就是空下来，我就一定会画。是吗？真的吗？为什么都是放掉？那个助理这种笑声怪怪的。一定要放的，反正什么都放。整张都放掉。啊，真的是。你是说那两个灯台是防身台的灯？这个是十字架，十字架。对，它是一个十字架。像一个人提了两个灯笼，这样感觉哈。对。对，对，而且提两个圆圆的灯笼。就是这样，慢慢慢慢画，慢慢做。嗯，老师，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请说，哪一个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编柱旁边的一个装饰啊。哦，边对，边边侧边的装饰。这里。对，它其实侧边都有，对，侧边都有。哎，把空间掉。对。空间。跟这个钱没关系。哎，这叫什么钱？不然那个小偷早就偷。所以才摆那么高是吗？还有北宫，一姐不要再说了。三卓都是你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次两次一直说，害我，陷害我，你说我会叫你三卓，还聪明啊，实惠。你来是漂亮漂亮美女，你来是美女，你来是美女。老师，你看那边的黑的部分画的蛮重的，我现在变得好淡的。你吓到哈！我以为你要干嘛呢？我是有点胆子小，那是好明显。你刚才一讲，没有人敢讲话。我看见到笑。他名字被唱名字。来点名。很少这么安静。这时候讲话一定会被唱名字。赶快唱啊！真的，我们都不用真名字，不怕，只有老师用真名。对，而且全名。对啊，黄文森老师。
大声一点再说一次。他是手不要抖。真的呢，哦。老师肩膀也勾到那里去了，哈哈哈哈！我这次影片绝对不上传。那我下星期绝对不交作业。我绝对绝对不交作业。我们很有决心。什么很有决心？就是你不传，我不交。你传了，我也不交。疫情实在是很严重，性情会变，人的思想都改变了，嗅觉会变而已，性情，我们这个不变。哦，就是慢慢再把有没有这样柱子就会、哦、柱子就会分出来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分出来，哦，就连连就是这样子，哦，慢慢的切，哦，慢慢的切，柱子好漂亮，画的真好。越切越多，你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就没有。老师，我是来舒压的。欸压力更大，这个压力就多啊。上帝，你会离上帝越来越近。对。这样子，我开始细致度就会开始拉高，哦，就是像这样子的做法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会想做柱子的阴影吗？会啊。一定要做啊！然后那个这个来，我画一个灯给大家看。好，对对对，不要全画了，不要画一个。人时间有限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时间我们反正你们也不会画的。我紧张死，那不是白示范了吗？老师实在有必要示范，我示范只是像。想让你们觉得没有那么困难而已。老师，老师，你让我们认清事实。下礼拜是最后一堂课。没有，没有啊，还有两堂，还有两堂。今天不是还有两堂哦？对对对。那就再顾问。不行。瑶瑶。哎，好拜拜，好你婆啊。你才无用到。对，我也是觉得是啦，谁知道他原来在哪里啦？哎呀，你们想太多了。对呀，啊，画好看，画得好看就好。对，因为我要把线弄一下，不然我那个线画错了啦。嗯，他把这个移到这里。所以我们不用画那条线，对不对？啊？要，还是要画啊？只是要画，只是要画对而已。要画，但是要画对，好不好？线不能一直通，对不对？要有中间有盾。哎，它会有点。顿点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这样灯有没有就出来了？好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一姐，一姐，王老师，老师拿来给我的嘞，给我赔了对吧？这样子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来，白色，白色，嗯，把它弄亮。不是把它用亮了，把灯管画出来。灯管直接用白色。嗯，反正因为现在还是有点湿湿的，你画以后它也不会变白。哦。嗯。老师，你的白色彩的白吗？你这样子突击，我差一点就突锤啊！所以你的是水彩的白还是广告原料的白啊？
对啊，你说的白不是白，你说的黑也不是黑，不然黑是什么白啦？那对啦，太白啦，是广告原料的、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太白，太白、啊，水彩的太白啊，是水彩的太白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冰的太白，好冰的太白跟 Chinese white 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名字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、欸，那个太白是，哎、欸，这概率是比较高的，对，那个Chinese white 比较白，比较白，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么，哎、比较没有不透，比较没有那么不透明。哦，那个是透明的吗？对，用不透明的啊，因为才盖得住啊。啊、你要用不透明才盖得住啊，不然对你要用太白，所以要买不透明的太白。没有太白就是不透明，不就不透明的，就不透明。对，太白就是不透明。好冰的太白。没有，你只要没有，你随便买太白都是不透明的啦，不一定要不是说一定要买那个嘿。它就是有一个有爸爸你吗？不是 Titanic， Titanic 是 Titanic。对啊，铁达尼啊，铁达尼太太你，铁达尼啊，你这个，反正你现在画它也不会是白色，所以你根本不用太担心。哦，你就用白色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不会是白色，所以你尽量做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大致上就这样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祝祝泽印，祝泽印是什么？还能转过啊？记过啊？哦，记过。阿杰。对啊，你还一口回答说要画。要画啊。他是敷衍你。对的。哦，原来是敷衍我。因为长到你了。嗯。听对嘞。嗯。这样这么快就长到你。没有位置坐，我想不坐。我问清楚了。好。先加水。我是只画一根，一根就好了。坏了啦，也才三根。画一根，我也只画一根，怎么办？三根是小丸子的同学。我知道。胃常常不好。我肚子觉得好痛。你的爸爸也是。啊，你们都有看哦。嗯。我都在他家看啊。哎呦。跟那小孩一起看吗？对，太好玩了呢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没事，很好。啊，这边这样子，帅、哦、呀！就是就会出来，真的。没跟啦，还有啦，老师加油，还有两根、嗯。我累了，你们自己画好不好？我累了。再画一根，我们要画一个杯子板，这样画。哦，看这样子哦。哦，然后再加水哦。嗯。是胶纸加水加。哎、欸，加蓝呐、啊，加者加群青呐、啊，嗯，再可以在前面这根，如果要再让它重一点，我再加群青进来就好。好，加群青就好了哦，不要加其他颜色，反正它就已经是灰色了嘛。你加一点群青就好了，加在这个点就好了。它的那个重点会再更高。那你接下来你就开始，因为我就不画这么多了啦。像这个柱子，你要可以再多画一层嘛。例如说，你现在已经干了。嗯。对不对？你这边层次就要再多做，我、哦、把这个立体的感觉，哦，你做的当然是把它分开嘛，做的越强烈越好。好，嗯，好的。然后那个金色可以叫再加亮吗？如果要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再加亮。怎么加亮？会金，怎么加亮？金光，金光相向。加金色，降落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金色啦，色啊、加降落色就好了啦。对啦，降落色就好，这边。糟糕，不太对哈，要带这个红色进来。为什么？啊、不然颜色差太多了、啊。这样子有没有、嗯？这个柱子就会更立体。对，更立体。把这个暗的压下来。嗯。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暗的再压一次。哇，好立体的。哦，好的。去。哦、这样子柱子的那个效果开始加出来，然后刚才讲那个比较亮的地方、哦、你用一点点降落色、嗯哦、来处理它、哦、因为它会有点不透明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不透明的啦。对啊。然后开始
当然这是比较到最后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，这没有到最后了，我只是先做而已。哦，所以待会还要再画一些啊？没有了。好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啊，其他的让你们自己处理了。老师，我们听到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一条没画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条线没画对不对？有啊，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不是吗？换你是。哦，等一下，再多画中间再多画一条就好了。哦，所以你其实你这一条是这一条啊？对，所以你是这一条没画。这条没画，对。对嘛，我就想说怎么？你说人哦。嗯，你不是要画人吗？我有说吗？都是一条没有。老师把那个人搬到前面。对啊。就是做一种虔诚的效果，没有没有，现在就有硬功。所以你看，那很奇怪，对吧？不爱不爱我，哎呀，好累哦！我以为是这三条，老师画没有？我会，我对，没有。哎，老师是这梦梦变聪明了。嗯，他是那一条没画。对，这里这样子再加一下哈。一条不会。你看这白的不够白了，我们再加一点点，再加一次。再加一次都没关系，没有再加一次就好了。好，它就变两层，灯就会再出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大致上就这样，其他就交给你们自己。